请教一下，我当初承诺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一定去建一所聚落的公园。换句话说，要做保存。符合国宅资格的，他就不用钱；不符合国宅资格的，他要钱。刚才有一个也是市长出来的时候。那请问在场的各位乡亲，我的承诺做到了没有？我还不知道呢，这地方没有我的，没有你。对呀、啊。那你要住哪里？我现在就准备。他没有地方住。我的下面呢？他在下面。我到下面打地铺啊。过怎样的生活？我那时候一堆人在保存宝藏的时候，你们都不见蛋。那时候你们可能很小，你们可能国中生、高中生，那就罢了。可是现在突然跳出来，人都不见，你们霸占一个房子，说你们是 Dowscore， 你们就是艺术家，艺术家就在这里了，所以不需要接受文化局那一套。我觉得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。抛藏，抛藏他的成长的哪个一个家乡的一个城市，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城市这样掉下去。我希望把这些。他要种的那个树啊，在这个路上的，跟整个市政府啊，跟谁那个这些居民发生一种冲突，他觉得这个冲突就是解放他们慢慢掉下去的一种状态，我觉得这是啥提示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吗？上礼拜六所有的那些，你说被 sponsor 的也好，自发性的也好，那些红军在中央西路被警察抬走的时候。你们废墟在干嘛？你们废墟一堆人刻挂还是什么？交换的运动。这句话